Singapore Expo Hall 6. You at the back. Oh.
他接受这个了，他是马来西亚。哦，他是马来西亚。哦，冰火菠萝包在巴都巴哈那边啊开的。哦，所以他是第一次从马来西亚柔佛那个巴都巴哈带进来这边。这个味道如果好吃就介绍了，所以我买的是双味的，就是有牛油跟 cheese 在一起的。全部放一个鸡蛋吗？如果老板可以吃的话，可以吃到我们可以吃，好好吃苹果面包。拎一下哦！哇！哇！Golden 啊！要不要吃？啊？要吃一口。我买四个，所以明天可以吃三个。OK。OK。这是什么口味啊？牛油跟 cheese 在一起。哦，双味。双味哦，哦，菠萝包哦 ，OK， 还喜欢。好啊，我们去隔壁吧。哎，米沙哇！哇，有这么大杯哦！是，哦，哇，什么 size 啊？跟他桶差不多一样大，然后什么？看一下，哎，听说什么？哦，马不停。Me, excuse me。是那个虾的，香比的，虾的。好吃好，哎，定时。First day, no, not many people.
好就算了。没有了，没办法，没有了。没得意思。你那边干嘛呢？我都没干过这个。拍一下。可以煮冰火吗？Jellyfish, Roja!